全国各地文化路又搁进入了维修期，造成草屯镇的垃圾场放了将近4000吨的垃圾，无法度处理。在最近高温烧热的天气之下，不少民众就向镇民代表来反映臭味的问题。趁着电机会，正式为代表嘛，甲现场来查看到垃圾囤积的状况，希望讲草屯镇公所甲管区会当协助做搁较好处理。最近不是落雨湿淋，就是高温烧热，造成累积垃圾来发出臭味，影响到环境的卫生。趁着开电机会，正侪位的镇民代表来提出这项议题，拢正关心，希望公所会使甲管府赶紧协调处理。草屯清洁队的垃圾场吼，垃圾吼，伊吨堆吨差不多有4000吨左右，啊，佮加上吼，即摆天气吼愈来愈热，咱的日头若照着吼。那个臭味吼是非常的臭，阵的粪扫吼拢无在落去解决吼处理吼，啊，即卖是热天佫到啊，啊，一个环境卫生吼嘛，算大家遮镇民嘛，即个拢在反映。啊，即卖是热天来风啊吹者，拢一阵的臭味。因为最近各管区焚化炉佫开始维修，原来粪扫外运的数量减少真侪，造成草屯镇清洁队内底不只外运，更加现在粪扫陆陆续续来累积将近有4000吨。对出管政府环保局嘛表示，一心来加强环境的卫生。量吼，咱南投县呢有250吨吼，啊，所以呢一天差不多处理差100吨左右吼，所以呢村内这个垃圾量呢，就各乡镇呢拢要对峙。啊，所以说在这段暂置期间，目前垃圾就是只能暂置在这个转运站。好，那但是我们这部分也请公所就是来加强消毒，我们这边也有提供那个消毒剂，还有一些酵素的除臭剂。南投县政府环保局嘛表示，因为南投县无焚化炉，必须挖好其他管区来协助处理进行之下，请乡亲会使体谅。那等到五月底焚化炉维修结束，会赶紧来协助处理垃圾的问题。记者陈新查报道。